这是我个人看法。当年这个刘乐扣侵略我们中国，已经是我们的国耻了。就是现在的腐败呢，自建国法，更加是我们国家的耻辱，不是我们最大的耻辱。我们要坚决是同这个腐败分子斗争到底。司法腐败是我们国家最大的腐败。司法腐败比法西斯更可怕。我们国家腐败就是对于我们国家这是一个耻辱，就是最大的腐败。这就是我们的耻辱。你们都是来自哪里的？我们是辽宁的。我们是辽宁的。辽宁，我们是辽宁。我是山东的。我的那个女儿被那个凶手用20万元钱给我杀了，凶手不抓，反而我现在还被那个我们当地政府派出所四处追杀，还要劳教我、拘留我。我现在那个大家都在庆祝那个中国共产党90周年大庆，大家都高兴万分，而我啊还在四处躲藏。我们家弟弟妹妹，我们是亲戚朋友，都还在那个为我担忧，还在天天我们家那个姊妹要人叫人出来劳教那个拘留我。你看这是什么世道？我这腐败分子不抓，那个凶手幕后推手不找，还要我们受害人更加受害。我们那个。这就是我们那个腐败的结果吧。我是上海的，我住在上海市杨浦区。我姓年，叫年俊。这个是公安局是腐败，我根本没有到过的地方，他们可以讲我到过，甚至把我抓到，就是监狱里面去，对吧？他们还讲，抓了你有什么要紧？啊，冤枉你了，冤枉了。冤枉你有什么要紧？你有我们国家主席刘少奇做得到吗？我们国家主席刘少奇也给人家冤枉了，
冤枉你有什么要紧？进去等五天。我就这样白白的给他们蹲了五天监狱，是吧？放出来，法院不立法，不让我立案，是吧？我到了中院，中院也讲，不让我立案。他们讲，我们中国是正法，正在前面，法在后面。那你讲讲看，我这个正义，我们这个正义到什么地方去了？我们国家是不是有没有法？啊，人权是不是有？是吧？为什么要把我们好好教的人送到监狱里面去，专门抓一点是好人，坏人不抓？你们到监狱里面去看看，都是好人啊，坏人没有啊，真的是反了。我们要人权，没有正义啊，我们要正义。跳上来，跳到这上面，共产党打的。我等着你。哎，还有当心，别急，慢一点。哎，害得他，你讲话。打倒腐败。这共产党把我害成残废了。嗯，共产党把我害成了残废。嗯，求得真理。嗯，没家子的染子不给我们放过来，就你父亲了。我父亲是个残废军人，我大伯是个烈士，现在他们又把我兄弟媳妇强制性扔回家，关到监狱里边。就今天，昨天晚上关回家的，昨天晚上把他关回家的，你回来。别哭了。